71经济参考报数字报 Twitter 微观点2015年7月20日4:50聚焦02 http://dz.jjckb.cn/www/pages/web/page 2009/html/2015/07/20/content/8038.html 市场建设对于解决以上三个难题具有治本功效，而债券市场的开放、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解决的是境外市场的问题，更是解决境内市场问题的必